在高兴什么？你的笑容有时候也令人。比赛经验丰富、音质清亮的蔡正伶，在第一届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，却因为表演方式没有太大变化，止于第十二强。蔡正伶今天呢，他的气一直都上不来，不晓得为什么。副歌那么多次，如果你是用同样的力量，那听起来会很无聊。好人缘的正伶在淘汰时，与他情同兄弟的战友都流下了不舍的泪水。好朋友佑嘉更在老战友合唱赛中邀请正伶回来合唱。你为谁把恨？女人之间计较特别可。比赛中后半段的时候回来跟佑嘉合唱，还蛮荣幸的，因为那时候佑嘉已经还蛮红的，然后压力也很大，然后那一场还蛮开心，就是拿到最高分。退伍之后呢，其实那个时候还蛮挣扎，因为还是蛮想唱歌，但是总觉得男生到了一个年纪应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刚好就接到了制作单位的电话说，哎，有星光传奇这个机会可以再回来表演给大家看。其实那时候还蛮开心的，然后就我现在也告诉自己，就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挑战自己这样子。